今天就不要到处乱跑了。我和我爸到哪儿都有你的人监视，你怕什么呀？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丰臣银行要举行债券签署仪式，我很看重这件事情。我不希望出现任何一点点的纰漏，所以首先就不要出门，我也不出门。我在家陪你们喝喝茶、聊聊天，不好吗？ 不明白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担心什么。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，我正好可以放松一下，可以有时间陪陪家人，陪陪你。下楼喝茶。 老爷，嗯，有位道士说找您有事儿。什么？有位道士说找您有事儿。道。杜少家，贫道绝慧。绝什么？绝慧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我好像是。 好像听人说你是好像当了道士了啊？哎，你这做道士的跑我家里干什么呀？现在十余家道观的道长都在我这里，他们想要见你。嗯，见我？见我干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我给他们介绍了丰臣银行的高息债券。道士也买债券？ 道观的钱有多少，不如其内，你有所不知啊。不过呢，我的跑腿钱啊，朱老板，每5万大洋，我提成100，您觉得是否合理？那请问道长，那这趟下来您净捞多少呀？啊，货可上万。 好，来人。有。老爷，我要更衣，跟这位道长出去一趟。是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不许老姨太太出门，还有，不许任何人进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那回绝道长，请稍等。贫道绝慧。哈哈，啊，对。 绝慧，朱老板，找我有事儿。带上几个好手，到我家里守一天，直到我回来。马上过去。走。 这个人不喜欢有意外，开车。哥，朱鸿生都被调虎离山了，谢宅里就剩下些下人，自己人够了，你陪着我干嘛呀？万一有人出去报告了朱鸿生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你信不过我，我也想见婉欣。满意了吗？就是，有些话你别总藏着掖着，多想想。 跟婉欣说些什么？想说的太多了，怕一见面就说不出来了。我让他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你将来可别这么对小敏。别甭管我了。开门！对不起，谢宅今天不见外人。找人？找谁呀？我不敢告诉你。 开门！哈哈，朱老板果然料事如神呐！啊，果然。
阿欣，谢伯父，你们尽可以放心，这里有好多我们的同志，是个绝对安全的地方。等日落以后，他们会安排你们先乘货船到广州去，等到了广州那边，也会有人安顿你们。这边事情一结束，我就尽快过来找你们。以后不能照顾谢伯父了，真对不起。这样的结局对我和爸爸来说已经很好了。